讲一间名堂响当当嘅字号，就算你嚟之前你唔知佢几把炮，你嚟到望下幅墙都会知佢猛料噶啦。个地点就位于尖沙咀同佐敦嘅交界，佢楼下嘅隔篱就系嗰档经常大排长龙嘅鸡蛋仔。嗱，咁样一间唔算显眼嘅楼上铺，楼下又冇话咩好抢眼嘅招牌，其实就咁望落，你点都估唔到，原来兴记曾经系铜锣湾避风塘嘅两大艇王之一。嗱，我哋食嗰日系星期日啦，约摸晚黑六点钟开餐，咁啊早啲上去趁未有客嘅时候影下餐厅环境先。你唔惊会去错地方，因为一出 lift 门就已经会望到大大个兴记嘅招牌。就算依家唔系新年，但呢度系一年四季都挂住啲咩红灯笼啊、炮仗啊呢啲，望落系几喜庆嘅，都算系一个低成本得嚟又几有效果嘅布置咁样啦，仲几符合尤其系西方人眼中嘅传统中式餐厅嘅嗰个 feel。而成间餐厅呢个略带江湖风味嘅装修咧，都系一个点缀嚟嘅啫，个重点始终都系密密麻麻，由墙身去到天花，闲闲地几百个横跨唔同年代嘅名人签名啊！呢个咁霸气嘅格调，我谂全香港拒绝独一无二噶啦。而如果你系同长辈嚟食嘅话咧，你会发觉大家认到嘅人名系好唔同嘅。嗱，我认得嘅咩张敬轩呢类啦，咁样，跟住外父都冇同我解释边位系叫文千岁。呢度感觉有啲似将金像奖颁奖礼行红地毯，我先签名嗰块板搬咗过嚟咁嘅款啊！但即使系咁，都做唔到去混集唔同年代嘅名人签名嗰个效果。嗱，唔系讲笑，我觉得星光大道上面收集咗嘅嗰啲名人，应该都唔够呢度多。咁点解可以咁把炮呢间餐厅仔？嗱，咁就讲少少渊源啦。兴记嘅创办人，即系依家老板娘嘅老豆阿罗兴咧，佢40年代嚟到香港，一开始喺筲箕湾避风塘嗰度做伙计卖下粉面，然后先至立门户开咗兴记卖糖水咁样起家嘅。喺全盛时期，佢同另一位艇王阿汉记咧，选择带领住成个铜锣湾避风塘嘅食艇文化咁样，而汉记一开始都系卖奶茶咖啡咁样起家噶啫。大家初头的客人都是住在避风塘的其他艇家，就未有陆上人主动来帮衬咁样嘅。而后尾因为兴起咗游艇河呢一种咁型嘅消遣活动，所以铜锣湾饮食文化就是咁样发展出嚟噶啦。同埋啲人都有钱，你住在百德新街，一落楼就是避风塘啦。哇，嗰时呢度一片嘅灯红酒绿，再加上嗰个年代嘅避风塘咧，算系一个三不管嘅地带嚟嘅。今日嗰啲姐姐仔啊，连埋啲明星富豪都会嚟帮衬，算系风光过好长嘅一段岁月。咁啊，到后期啦，咁70、80年代嘅后半段啊，咁啊，铜锣湾避风塘算系开始式微啦。而兴记都决定喺95年咧就封艇上岸。嗱，佢有开过其他分店嘅，但全部因为经营不善就执晒噶啦。目睹过成个兴衰成败过程嘅兴记两子弟咧，就喺呢个时候就喺呢个位重开咗兴记。而啱啱提到嘅另一个艇王阿汉记咧，就算系全面结束，成为咗历史噶啦。嗱，所以话咧，兴记都算系可以见证住话系成个铜锣湾避风塘历史嘅变迁。咁依家嘅兴记净系做夜晚时段嘅啫，由夜晚6点做到凌晨3点。咁啊，当然啦，呢个就讲紧系有肺炎之前嘅事啊。而兴记嘅餐牌就好简单嘅啫，一坐低已经望到噶啦，就系箭台嗰张餐纸。咁啊，选择唔多嘅，右边就系啲粉啊、濑啊、粥啊咁样，然后左边就系海鲜啦。而海鲜当中咧，又有超过一半都系时价，所以其实个餐牌冇乜太大嘅参考价值嘅啫。嗱，片面会仔细同大家睇下张单嘅。好啦，咁啊，依家咧就嚟开餐先啦。可能因为我哋最早入席个厨房唔忙啦，所以上菜都快嘅。落单冇耐咧，上咗两碗粉啦，有两碗艇仔粥，同埋呢一个6小福拼盘。咁啊，讲个碗粉先啦。嗱，啱咪话兴记一开始系卖糖水粉面起家噶嘛，所以呢一道烧鸭河咧，系佢哋仲未崛起成为艇王之前已经皆知巷闻噶啦。最明显嘅分别就系佢啲河粉系幼嘅，幼得嚟咧系滑嫩嘅，容易挂汤啲啊，个质感食落唔糊口噶。咁佢个汤底有瑶柱啊、大地鱼加埋啲鸭骨去熬咁样，所以饮落系好香嘅。嗱，佢啲鸭丝就老咗啲啦，略略带韧咁样，因为碗汤已经够香啦。其实你加唔加鸭丝食落，好似分别不大咁样，只系纯粹多咗啲嚼头嘅啫。如果啲鸭肉嫩翻啲咧，咁啊更加正啦。相比之下，个艇仔粥咧就比较平平无奇嗰啲啦。嗱，虽然个粥底都唔差嘅，算系面嘅，但如果讲香港吸引咧，就远远比唔上鸭婆啦。
呢度嘅鸭婆系出名嘅，基本上见到每台都会嗌，所以全晚咧会不断闻到啲好香嘅鸭婆喺身边经过。而陆兆福嘅拼盘个份量系几多嘅，分别有海蜇头啦、粉肠啦、水油啦、猪脷啦，啲菜嘅下面就冚住啲猪肚咁样。佢系足料嘅，但就好一般咯，个味道同口感都冇乜可取之处。如果你是成班麻甩佬在晚市最旺场的时候嚟，你咁样嗌一盘啦，等紧上菜途中有啲嘢咬下送下啤酒嘅话咧，咁都冇乜所谓嘅。但如果咁谂，你系明白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嗌啦，所以最后食剩唔少都要打包拎走。嗱，同埋需要注意嘅系呢一份佢唔系冷盘嚟嘅，佢每一样嘢都系热嘅。系啦，即系嗰啲热嘅水油啊，热嘅海蜇头啊咁样。我就麻麻地呢啲嘢系热嘅配搭啦。好啦，进入海鲜环节，咁啊先嚟一个蒜蓉粉丝圣旨王，一人一条，爽、嫩、鲜甜，讲完噶啦。我可以提前剧透一下，就系我觉得成餐饭如果论性价比最高、论最好食嘅海鲜咧，我觉得反而系呢一道圣旨王。嗱，冇沙呢啲就基本噶啦，佢火候系冇得弹嘅，令佢唔系沦为呢一个只系用爱嚟挂汁嘅载体嘅啫。佢大条、粉嫩而且鲜甜，完胜我食过嘅所有圣旨王。嗰啲粉丝都透身嘅，蒜油都够香，值得一赞嘅系佢啲蒜个切到好细好碎，个香味发挥得好好，就算空口食都唔会有嗰种话好抢嘅蒜味咁样，系好食到差啲想话倒埋啲蒜油入口添。呢份系陈皮蒸鲍鱼，个 size 几理想嘅，肉身肥厚，咁我哋系嗌两件四个人分嘅。个质感好爽弹，啲边位系脆口有嚼头嘅，成只鲍鱼都冇话边个位系硬嘅咁样，其实你唔使用刀切嘅，就咁用牙咬都咬得断。而果皮嘅清香咧就啱啱好啦。其实好多时落果皮唔系一定话为咗要辟腥咁样，因为鲜鲍鱼你有乜好腥嘅啫。但本身陈皮蒸嘢本身嘅香味咧，其实都好好食，我系好中意陈皮蒸嘢嘅。下一道系呢个避风塘浸鱼，咁呢条系瓜子斑嚟嘅。油盐水浸海鲜的做法其实是源于以前的食艇上面哪有那么多煮食架撑，是不是？所以在变通之下就有了这种直接将条鱼放入滚水之中，稍微滚一滚就即刻熄火了，再淋上热油去封水保温，就纯粹利用个热力将条鱼浸熟。那这个做法就不像蒸鱼不断受到高温和压力，就容易令水分流失而搞到肉会鞋口。咁样浸出嚟嘅肉质咧，系普遍嚟讲系滑嫩啲嘅，同埋原汁原味啲嘅。咁瓜子斑你食过都知噶啦，佢系饱满嘅厚肉嘅，爽滑嘅。而啲鱼皮咧系油韧嘅，佢系带有天然嘅鱼油香，亦都冇细骨咁样啦，系偶尔得两三条大骨嘅啫，所以食起嚟系几方便嘅呢一个。嗱，鱼味够突出，食落都够鲜。咁样一条斤零重嘅瓜子斑，四个人分咧，几滋味啊！呢一个嗱，最后睇翻价钱，我觉得其实佢算系抵食噶咯，因为红瓜子咧又贵过黑瓜子啦，所以呢一个算系唔差啦。阵间价钱你阵间就知噶啦。碗汤都好饮嘅，我系略嫌个西芹味又抢咗少少，但老婆咧就好中意呢一阵味。呢度系两只嘅濑尿虾，好食嘅，但好贵。上台已经系咁样噶啦，碎上斩开几次，仲要系捞乱咗嘅添，就唔系好美观啊。但个火候掌握得好好，虾肉嘅质感系一啲都唔霉烂嘅，系有弹性嘅，系多汁嫩口嘅。咁你见到噶嘛？佢系令身反光嘅。嗱，佢嘅虾身虾尾都几好肉，兼且能够炸到个壳都好脆嘅。尤其是个虾头，你望下，能够炸到咁脆、咁薄、咁胀嘅咧，真系好少有。总的来说，这份濑尿虾我是相当满意的，它够香口，也都够嫩，够多汁，是个价钱呢真的很贵，你稍后看看你就明白了。最后压轴出场的就是这个兴记的招牌菜，古法避风塘炒蟹。避风塘炒蟹大把的了，但用古法炒蟹的呢，我都不知道还有哪间有。古法指的是豆豉、生蒜和酱油去炒，你加不加辣椒就随个人喜好，我们就叫做小辣，算是着量调下味样。平时见到一些金蒜炒蟹都考功夫的，如果炒到很干身的话，碟底是不会成壳油的，而这个你明显看到它是有汁的，是炒到豆豉、蒜蓉、辣椒和酱油的香气去了这些啡黑色的汁。虽然黑掹掹咁就冇金蒜望落咁靓啦，
但个香气系更加浓，个层次都好丰富。佢就唔系净系话得蒜香嘅味道，佢个豆豉味其实系更加出嘅，但又唔系好似嗰啲蒸排骨嗰啲豆豉味咁单一。即系总嘅嚟讲就系个汁能够做到香咸咸系好高质嘅。但点先可以炒到啲蟹身系索晒啲汁，能够又香又入味呢？呢个另一个重点啦。呢只蟹系肉蟹啦，佢肉身系饱满嘅，份量都足嘅，但个蟹味就淡薄啲啦，算系食汁居多啊，就唔系好食到本身蟹嘅风味。咁虽然呢个汁咧系香到过分，系香到要嗌多碗饭嚟捞埋啲豉汁啊、蒜油啊嗰啲一齐食。但如果你话单单论只蟹嘅本身咧，其实我觉得就中规中矩嘅啫，其实唔系话真系去到话好惊为天人咁好食。其实呢个唔止个豉汁我捞到饭啊，隔篱嗰避风塘浸鱼嘅鱼汤一样都系捞饭一流嘅添。好啦，咁啊，今餐饭算系食完噶啦。咁究竟今餐几钱呢？好难预嗬，因为好几样都系时价断两计嘅。好啦，咁啊开估啦，嗱，茶街$8一位，啤酒咧3罐，一共$84，六小福即系个拼盘啊，就$256，白饭嗌咗一碗$15，两碗烧鸭丝汤河，再加两碗艇仔粥，四碗嘢一共加埋$224，五款海鲜加埋一共就$3246，咁啊各自几钱咧？咁啊睇后面啦。嗱，个古法避风塘炒蟹$950，个烂鸟虾两只一共$836，个避风塘浸瓜子斑就$792啦，陈皮蒸鲍鱼两只一共$316，个蒜蓉蒸圣子王咧四只一共$352，所以成张单连埋加一咧就$4245，人均就$1000松啲。嗱，咁你点睇呢？我觉得都几贵嘅，尤其系嗰两只辣料虾都成$800+噶啦。咁至于个古法避风塘炒蟹呢，咁喺香港食蟹不嬲都贵嘅，即系举个例子，譬如话大班楼嗰个鸡油花雕蟹都近$1000嘅。但如果咁样两只拍埋一齐比较嘅话呢，我又觉得大班楼嗰个蟹，我又觉得impressive 好多啊。嗱，呢个古法炒蟹佢系好食，但佢系未去到$950嗰种好食。咁个浸瓜子斑的确是正的，而个圣子王咧系好吃到会哗哗声嗰种。如果不是嗌到咁多餸惊食唔晒嘅话咧，我谂我会再嗌多一人两条嘅圣子王，真的很好吃。而成张单个价钱，我会话其实同食物质素就唔系话好成比例。系嗱，如果你考究翻以前避风塘食嘢咧，其实系仲贵啲嘅，因为嗰时多豪客啦，多游客啦，又多明星咁样。喺70年代，你去避风塘其实系算系一个高级嘅消遣活动嚟嘅，食餐海鲜嘅价钱系拍得住喺新同乐啊、福乐门啊呢啲地方食饭添。咁以前你去食避风塘风味嘅，除咗食物之外咧，仲有嗰啲百花齐放嘅热闹，都系个卖点嚟嘅。嗰啲游河艇啊、唱歌艇啊、士多艇啊、生果艇啊咁 chit chat 咁转，同埋食嗰种系人情味啊。嗱，咁依家变成一家冇乜景观、纯粹食嘢嘅海鲜餐厅咧，我觉得个吸引力同以前系好难相提并论嘅。嗱，你话呢个系咪一个真真正正原汁原味嘅避风塘风味呢？我就答你唔到，因为我都冇经历过嗰种饮食文化嘅全盛时期嘅。咁老人家话好食，而且阵味好似，但系佢见到个价钱咧都哗哗声。我觉得佢哋个避风塘浸鱼系真系好食嘅，佢哋个圣子王系我食过最好食嘅圣子王。反而满心期待嚟食嘅呢个古法避风塘炒蟹咧，又冇我想象中咁好食。咁啊，嗰个陈皮蒸鲍鱼 OK 啦，个辣料虾系好食嘅，但个价钱真系几贵。我想我之后应该几肯定我会再来的，但就未必会再吃那个古法炒蟹和辣料虾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片再见。